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因为好简单，天二级的信仰在摩西的时候是藉着云柱火柱去完成使徒的工作的嘛。但是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神不是藉着云柱火柱去完成使徒时代的工作，在当时只是预表和预言将会有一批人的信仰去到这样的阶段，就是说去完成这种天二级的侍奉，而是成为全世界的人的榜样。事实上我们看见摩西的时候当然是不算数啦，因为摩西不是示范给全人类看一个天二级的信仰。因为为什么？因为云柱火柱不是由人类诞生，是神藉神介入和干预的。主耶稣基督时代算不算数呢？其实主耶稣基督时代只是算是一个榜样，它不是一个成品。主耶稣基督是 Olive， 我们先是 Tough， 主耶稣基督是新郎，我们才是新妇。因为整个预言去讲神在人类历史当中不是为了制造个耶稣出来嘛。神在全人类历史当中是为了制造个成品，是新妇嘛。是不是？所以变成你会看到这个不是说我们亵渎神的。因为就好像圣殿就是真真正正那一个的祭成品，而羔羊就是这个圣殿里面献的祭而已。你见不见？是因为羔羊导致这个圣殿里面能够完成它献祭啊，和它的目的，是不是？那主耶稣呢？主耶稣是不是羔羊？他是不是无罪羔羊？是啊。那他为了完成什么？就是为了完成圣殿的这个计划咯，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个不是说亵渎，又不是贬低主耶稣。主耶稣基督自己将自己的身份都清楚讲话，是他要建立他的教会的嘛，是不是？他清楚讲话教会就是他的身体的嘛，他清楚讲教会就是这个身父的嘛。所以人类历史当中不是为了制造个主耶稣，制造个救主。人类历史是藉着这个救主去制造个身父。这个就是今成个圣殿和会幕当中是想讲给我们听一样东西。那既然他本身就是为了制造一个跟他一模一样能够做到他做到的东西，并且能够做得比他更大的身父，为什么现在败类教会全部都否定神迹，全部都否定圣灵充满，然后呢就说主耶稣做到的东西我们全部都做不到？你想想那班败类衰到啊，真是值得比雷劈的，每一个这些的牧师和这些这样的所谓教会领袖，是不是啊？他直成是推翻了主耶稣来这个地球的真正的原因，他直成是反其道而行啊，然后呢哇还懒过是好像很有生命地说这些不对那些不做得这样的。主耶稣基督来到是有个目的的，但他的目的已经自古以来已经被很多这些神棍去推翻了。真真正正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原来呢摩西那种的预表式的信仰，影子式的信仰，主耶稣基督这种模范式的信仰，将会在世界结束的时候会出现在一班人身上。这一班人呢，他们拥有了整个出埃及的所有的这些天二级的示范，关于信仰里面的所有的质素的示范。但问题呢，他们的云柱火柱呢是由人类提供的，就是五旬即时。而家呢度就系呢一节就系讲紧啊，呢个箴言呢一章嘅呢一节里边咧，就系讲紧神对呢班人嘅要求，呢班人喺神嘅面前点为之美丽咧，就系呢一节讲啦。咁所以你谂下，就如果所讲旧约点可能会应到呢一节或者明到呢一节啫？就算新约如果冇呢种天意级嘅神迹开始出现嘅话咧，呢一节又会点样解得到啫？冇人解到，因为都未出现。他是讲一样从未出现的事物，然后神对那样从未出现的事物作出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要求。那你想想几疯狂。好了，从未出现过事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为之从未出现过的要求呢？我相信一讲出来的时候你直接会吓真的，直接。为什么要用牙齿呢？其实是讲一个很疯狂的要求的。个要求呢，其实你会觉得边有人类做到噶咁样噶，系咪？但问题其实呢，当我哋咁谂嘅时候呢，我哋要记住，主耶稣就系示范咧，有人类做到，佢就做到。不过佢要求辛苦都做到。首先我哋尝试睇下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系一个好恐怖嘅要求。而呢个要求当我讲出嚟嘅时候呢，你发觉好多圣经都系讲呢样嘢，但系问题呢，我们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正视过这件事的，即是一个
即系令人心惊胆战嘅一个要求。所以你发觉呢个要求根本就冇可能话喺上一代基督徒能够完成到，系绝对冇可能嘅吓。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佢话咩呢？我嘅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嘅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彼得山上。呢、这个就系讲紧辛苦最尾嘅等候呢一个嘅良人嚟嘅时候，佢一个好得意、好特别嘅一个咁情操嘅一个喺神嘅面前嗰份嘅美丽，就系咩啊？就系、是、一生一世坚守佢嘅诺言。呢、这、一个就系牙齿不嬲喺我哋亚洲人、东方人强调嘅。即系咩牙齿当金使啊？吓，你啲人讲大话嘅时候就话啊，讲大话甩大牙啊，或者啲人冇口齿嘅咁样，系咪？咁所以牙齿咧，其实基本上喺我哋人生当中，或者甚至亚洲人嚟讲啦，其实系代表美丽之外咧，佢根本一直都系代表另一样嘢嘅。佢系一直系代表诺言嘅，因为点解？因为基本上我哋都知道嘅，如果你牙又崩啊，又漏风啊，其实我哋讲任何嘢讲得唔清唔楚嘅，唔准确嘅。所以牙齿基本上是我哋发音啊、讲嘢啊，或者系我哋同人沟通啊，一个好重要嘅讲说话嘅工具嚟嘅。所以牙齿喺亚洲人嚟讲，基本上或者我哋东方人嚟讲啦，全部一律咧系看为咧系讲口齿嘅，不嬲都系讲口齿嘅，代表咗系诺言嘅，代表咗一个地老天荒嘅诺言嘅。原来呢个谜底就话俾我哋听一样嘢咧，原来喺神嘅眼中呢个辛苦咧，系要有一个地老天荒嘅诺言。嗰份嘅情操先至系佢最后嘅装饰品吓。当然啦，呢个诺言系一个好恐怖嘅要求啦吓，唔系话普通就啊，我为你我会选择会着下白色嘅衫啦，或者我为你会着啊呢啲嘅白色嘅鞋咧，唔系咁简单能够完成嘅诺言，系一个人类基本上系冇办法达到嘅诺言嚟嘅。OK， 所以先至能够成为个装饰品。但系问题，我想问你基本上点解啲人咁强调同人去交往嘅时候咧？是强调个诺言呢，是因为呢 keep 住一个诺言呢，尤其是忠贞的诺言呢，是需要性格，是需要内涵的。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常祈祷愿我生命为我救主显美丽忠贞，献情怀经真诚，直思将记心声，言乐声伴我歌咏，踏过变幻人生的曲折路程，我决心专一跟随道领，无论顺境逆境，倘世间迷茫不定，我心里仍愉快感恩献歌声，童年轻就我心声，爱念使和弦呼应，跟我主人灵不计与或情，最上低步凡走天国路径，全程称赞你呼天新曲最动听，而我心真意决定，天赤以心灵承服我歌声，信意真情和应。